再猜一下，小鱼儿。擦里面，把钥匙擦里面，怎么擦进去啊？擦不进去啦，敲敲门呐，开门了，你把钥匙插进去啊，像刚才那样式给插进去，刚才擦的可好了。敲敲门，你把钥匙插进去，打开以后才能开门，好不好？小帅哥，你把钥匙插进去，开门，然后再打开。对，你开，把钥匙插进去才能开门呢，是不是？